扎得牢，野狗不得入。叔叔有什么话，就请直说，何必这么拐弯抹角呢？我潘金莲何处对不住你家哥哥了？我家兄弟啊，没别的意思。叔叔要是看不起你这嫂嫂，以后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了。免得污了你这都头的身份。哼！嫂嫂，请勿多心。哥哥留步。时辰不早了，兄弟，这就要上路了。我走之后，哥哥一定要晚出早归。若遇歹人，切莫与他争执，等兄弟回来。等你回来。哥哥记住了。嗯。那兄弟就告辞了。嫂嫂，武松走了。哥哥保重。兄弟，务须小心呐。哥哥放心。从都头出远门啊。啊，